现在大家在排什么？在排儿童疫苗，裸体呢？我觉得说啊咯，我们台中市政府啊咯，不管是中央也好，事前部署呢，现在学校全部是停课的，为什么你们不开放学校快打仗？或者家长会当把车堵入去，让囡仔伫车上等，换着因的孙子给救来，这样不是一个解套方式吗？小朋友不像大人呐、啊，会乖乖的听话了、啊。你敢想安尼摆，梅雨季那么严重了，你们没有看到吗？我们还是要呼吁，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，苦民所苦啦。梅雨季的雨是足恐怖的啦，唔通过安尼个百姓糟蹋了。今日你长会徛来伫遮，是予百姓打电话讲，你来感受一下啦。你看你的政府啦，你来感受一下，讲啊，落百姓的艰苦伫倒位啦。